都很尴尬，自带笑，自带笑，对，他都怕会很尴尬。海底捞的捞面表演。面的话，想要吃粗面还是细面的？想要吃粗面、细面都可以。好帅啊，好像在溜溜球一样。你们以前一定是溜溜球国手。有。他有被撩的感觉，有种被撩的感觉，还是会输，还是会输。哇，真的太酷了！我觉得太远了，会不会撩不到？哎，我来来来来，可以。哇，这现在是要把面分开啊？几百条吗？几百条，好嘞。要比划，要卡。好，番茄。好，下了。再甩一次吗？他是过年回家，爸妈说，回家都搬这个，我也想吃这个，甩给我看。好，够用的吗？对，这个话补两分钟就可以，两分钟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OK， 这个就是捞面。